看到 Bernie 的心情如何？心情就不要影响他，希望他好好的工作。他一直盯着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他一直回头看你耶。办法，要压抑自己情感。他毕竟现在在工作啊，我们不能让他这样那么好的那个工作的那个能力这样影响的不好、啊。愚公啦，是这样啊，愚师当然很不舍啊，对不对？你也会想要跟他有点互动啊。是，你刚才也很想靠过去抱抱他。当然了、啊，当然是会啊。是，因为他的生日是在12月25号，圣诞节，所以你还记得吗？当然了、啊，怎么能忘记？他是耶诞宝宝。耶诞宝宝。